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看起来真的是被跟踪了。他要怎么破？他应该上不去吧？装备，哦，这个再来一个，我就可以侦测密室了，这样就不用怕漏掉了。电感觉加热死。等一下，哦哦，然后重打一次简单啊，只是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我之前打完困难的时候，他跟我说。我可以一直重打这个难度，可是他没有说我可以换难度打。换难度打可能就要重新那个，重新开一个记录。还是拿一下。对啊，你是那个意思。可是这样子装备就没啦。对，我就算拿到密室那个也没有用啊。觉得下面这个有点快欸。回一镖，还好意思的话，等他接完就可以打。不是欸，收集完只有那个记录有，然后可以一直重玩那个记录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改难度。不然我应该有连击计量器啊，我现在就没有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加湿器比较有用，
想要来得及可以冲过去的话就冲一下。还是别冒这种险。怎么那么难躲？怎么跟什么啊？居然没死！键盘达人，哎，你还没死啊？你多少？我把你淹死啊！啊哈哈！呵呵。这样活起来也是蛮不可思议的。那怎么躲啊？我直接钻到那个出风口看看好了。三只没上线，大家一定很着急。Uni 去哪里了？说不定一点都不着急啊！我都不觉得我们要上线会有人着急。你哪来的那种自信？一击打掉，好吧，我又集满三个大了，不然再送他一个好了。前面就没有很难，搞成这样，这居然不能打，风好强哦。谁设计的这个东西的？这个地方到底是有谁会走啊？大概都是因为我不怎么说话吗？我还好吧。觉得这太不合理了，谁会在谁会需要从这边藏进来，需要那个电击来防御啊？我现在觉得那个全境的取一次暴增太多人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来啊。一下来就送上回力镖，这家伙也是。没有办法先攻吗？对，那我要先攻，我要先打这一局。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话啊，人太多了。这种失误嘞，随便聊，我就是太沉默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嘞。反正久了应该还是会熟的啦。应该这个太扯了吧，没有地方躲呢。去加日本人也要有日本人可以加啊，而且不太懂，不用多说话。你确定我听不太懂吗？说不定我还可以跟他们说话。Doctor, the path leads into some caves. Hopefully, more relics in there. Roger that. Remember, Nick, the mission is to get big.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。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